说的那个阵容，212，对，珍宝阁可不好上这个阵容。那他等于是这个阵容是被钓鱼岛抓住了。我们说为什么钓鱼岛敢上？钓鱼岛敢上是因为你珍宝阁没地府了。是我进了你的地府，所以说我这个大堂就不怕倒地。对，我不怕被小死亡倒地的情况下，我是可以打这个212的。但是反而是被鱼岛反抓了一手。珍宝阁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己的大堂有物理素，但是官方有地府，这物理素不好保。对，不好保。这 PK 比较难吧？我觉得从切进来的阵容来说，钓鱼岛略胜一筹。是的，略胜。钓鱼岛略胜一筹。刚才我们想的是这两边有没有反转一下？反转一下。主要是珍宝，就是为什么钓鱼岛可以上珍宝阁的阵容？因为珍宝阁上不出来钓鱼岛的阵容。嗯，他没有地府。是的。但是这样的话对于珍宝阁来说就稍微的有点难受，你这个防点杀是一定要防好的，因为对战方是武装盘丝两封，官方女儿村就是首先我点死你，我演你，你是没得救的。是，而且看钓鱼岛他地府的速度，他已经判定对面会上盘丝了。是是是吧，我地府比化生快。是，我要寡鱼令，我的寡鱼令起码能起到效果的。是的，而且珍宝阁看到这个阵法吧，那也是没法往后打。哎，直接保，直接保。但是大堂被圈中，我觉得这把是不是而且有渡劫应该点不死，我觉得应该是点不死的。是的，有渡劫应该点不死。对，继续先估了。荆棘五抽没连，没连没爆的话渡劫没有破掉那没事。是，而且壁垒开，但是观战也不踩轮子啊，问题不大。是，就是亏了点风铃。对，珍宝阁这个阵容其实就是跟他们之前也用过这个阵容，中心思想就是既打点杀，就是既消耗你的九转，又去压你的这个蓝量，啊，当然了，这把我觉得他的盘丝应该是落花盘丝，应该是落花盘丝，是啊，但如果是打蓝盘丝的话，就是既打九转又打蓝，他必定是落花盘丝好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对，他把钓鱼岛的一个武装给进了之后呢，那女儿村必上，他必上，必上，就没有什么阵容他不上女儿的，对，他必须带女儿。是，那双方也是有开局的，进士来有没有可能连点？我觉得连点倒不至于，有可能去试试法系。是，嗯，可以先把法系的啊，不，没有法系，不是咒师咒对，咒师是不是就不点了呀？连压大堂的话好像有点儿，觉得他反正也不会开嘛，压了，那就破渡劫先压死也行吧。但对面也是个四扫，对面也是个四扫，对面应该是个四扫。哎呦，还行，给击杀了。是的，看滑到哪个宝宝去了。滑到宝宝就转，对，再来一圈金刚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对面的化身和官方大堂的一个速度，等会儿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的一个情况。现在大堂比他快，还好没有滑到，哎，滑到一只。两边的大堂都是比花生快，是说白了是。这 PK 钓鱼岛现在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从开局来说，而且他是有地府的，对，对面的咒师也不可能快过观战化生，快不了了，快不了，快不了，就这么着了，对。只有观战方在你面前喝，只有观战方更快。你盘丝掉的那个，我说两点啊，是不够我一手抓的，不够的，不够的，那不够的。又一个五龙，这武装已经吃了两个了。哎，我这把我不出手了，对，一会儿要准备钱了。是的，对，所以说我直接是踩了个塔，哎呦，舒服，宝宝再掉。那是不是？这把金青把紧箍咒解，因为已经三个，哎，再神，神，哎呦，开局的运气拉满，而且有没有可能点过去来看一下？但你说这把点谁？点咒师普陀吗？点咒，点咒主要是拉不了地听，是不是有点早？先让对手乱了阵脚。如果能进攻他一把怒，我就觉得赚。对，因为他塔刚上。但你毕竟你法系是在他后边出手，还是说我咒师先找找漫天？而且现在其实对战方的化生活血也不是很高。漫天有奇，那就是清两个清俩宝宝，对，清两宝宝对拉不起来，清化生宠，也可以。先清掉，把紧箍咒解了，点咒师也行，但我觉得是不是得清清宝宝了？双清宝宝先点完再清，他们清宝宝其实也很快。那到清宝宝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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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点，没找到5000。
伤害如果分配好的话是能清两次。看看神木林这把是选择冰还是先密润吧。其实先密啊、直接冰冰掉，先让化生忙一点。对，没问题。嗯。哇，这壁垒拍4500暴击，有金刚、啊，这伤害是真的高啊。那只能盾，没得操作。当然这个回合好像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控对面的化生，因为首先武装盘丝两点宝宝都在，想保化生去活这把大唐其实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他把武装封进去，他是能点的，因为神木林有琴嘛。是，除非对面盘丝你控地府。但主要是清静在这把药这么硬来吗？你觉得？有睡玉，是不是睡玉？有睡玉，我觉得行啊、那倒也不是不行，第一下抗了，然后第二下躲了。对，哎，那就有点僵硬了，那就有点僵硬啊、直接圈盘丝，也是觉得先不着急了，但是套化生这个时候对于钓鱼岛来说没有影响，对，不关键，继续来，就是死压大唐。这个时候知道你的那个人心不高的，是五号得给个大金啊，能不能给得上？完了，倒了，复活血没什么用，倒了，扫点，哎呦，还空、啊，扫点必倒，扫点必倒，再空，嗯。七杀两层了，嗯，哦，慢不行，太慢了，他也没顶，嗯，也没顶。哎呦，还擒到宝宝，擒到宝宝，很赚，是。刚出来，哎呦，这两个滑的直接让化生这回合的操作白费了。嗯、这我只能说梦幻开局，是真的梦幻开局。哦，这说句实在话，这然后其他全残，这对郑宝哥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。善报难受，二次神木林一根其实又要飞一只，如果不神的话。嗯，女儿看一下要不要踩塔，可上塔，可上塔，落了，得防一下了，得防一下了。本来但是讲道理来说、啊，本来是要落女儿，对，但是现在伤害太高了，对。但是我在想，他既然已经是进的，就是这种班选，有没有可能这把有神之定神香？嗯，应该想不到给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？对，应该想不到给啊，应该想不到啊。哎，神一只稍微缓缓，嗯，但是这伤害，说实话，这壁垒呼过去接近3000，这怎么顶？顶不住。你看，你善恶呼过来，虽然住了铜锣，我善恶确实你善恶才3500，我壁垒2000，对，这怎么顶？所以雪天。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说实话，这个时候，嗯，真的不是好事。好在大唐这把动不了。是，嗯，观战可以给效力了，我觉得是可笑。对面盘丝是不够的、嗯，武装看一下。对，嗯，可给效。对，化成火手大唐，哎，不对，也有可能先不活大唐了，直接活下四，活下四，哎、给效，对，效武装就行，对，效武装，嗯，中，哦，没有，他不让补光，他一直在光，他没大的，他没大的。他补了两个光，哎，补了两光，笑空了嘛？对对，他也没拿下，但是不关键。哦，延掉了，延了，嗯，优势很大，是。赶紧趁这个阶段先把人心叠一叠，因为这么样子下去呢，得让大唐起来满，就是拉起来火满，要直接有个压人的操作，不然的话会很难受的。轻轻把孤解掉，刚套上的也没了。是的。不是，你看这壁垒这么糊，这怎么扛啊？伤害高点的3000，你三个糊过来也就3000出。是是，难顶。这真不好顶，这我，这是不行。这样的话，宝宝他想开局压人的这些宝宝，这宝宝一来一回啊，这个属性肯定是有针对条的。两把空切了，如果你给他再出一把漫天，我觉得伤害顶不住，就能点对面这个风系了。是，颠倒怎么说不行？哦，这场钓鱼岛打得非常，我看他女儿都带血灵珠。嗯。再光，三个光了，差不多了。嗯，是的。对面如果出工地厅的话，也只会点这三个。对对，是的，找漫天去了，还好没出。嗯、他这个官方神木林没有密润啊。对啊，他去掉了个金刚。他为什么不去驱大唐呢？是。他的驱的单位有点变，哎，他刚刚是在驱大唐，不是他用一会儿驱了一个三号，是，但你没法系，你驱三号法盲干嘛？也不大呀，对呀、啊，
所以神木林也没有顶密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哦，他可能是这么想的，大唐金刚最后一回合就不屈了、那行吧，有道理啊。有道理，那就继续去法王。是，不但他去法王也没啥用，对，也没啥用。这把可以继续压一下对面大唐的宝宝。可以，清大唐宝，因为下把的话要起了。那不如轻轻去去这个壁垒吧，其实挺疼的。啊？就他这个壁垒的金刚，其实也可以去一下。啊，不是，我说官方清对面宝宝，清对面大唐宠。我说刚刚那个电魂闪。那感觉收益也不是特别大吧？现在很难有要找漫天立即有收益的东西，感觉对战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直接去大唐，要不找漫天没出还行，赶紧开掉又一五龙，但这是咒术普陀的，迟早得出啊，这样看对是，这开局太顺了，壁垒再跟闪了还行还行，还行，那下把还可以去一下金刚，可去。因为他速度慢，他没办法拉了大唐化成给活，就很难受。你总不能说武装人去提那个大唐吧？应该不太合理。慢拉吧。慢拉起，只有霍元伞了。起霍元伞。慢拉霍元伞，但是下回化成只要活上就是活满了，因为他人心已经起来了。是，观战的琴他是一直。他惊听了，惊听了，惊听之后没塔，没愤怒了，没塔，没愤怒了。看观战大唐要不要起个塔？塔和找漫天都行。这把就是没什么好点的。不点，不点。是，感觉点盘丝好像意义也不是特别大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对面大唐要起来了。是，正常的去攻对面武装，化生这边活血四号金。是的，是的。没有太多的这种。这临时，临时不好说了，可能计划有变。对，计划有变了。孙悟空盘丝，点武装吗？反正肯定是风系吧，点武装了。他控盘丝，那就应该是点武装去。哇，小爽再中，雪天气也很准。罗这时候不一定解渴，看一下破甲跟上大唐七十金刚。有防御圈可以顶顶。哎呦，不好说，看一下上开把多少？弹甲两千弹甲4000。前面不弹甲倒了，弹甲好像问题不大。对，问题不大。因为然后抽，万一躲避很舒服。他不躲避应该也倒不了。倒不了，应该、还风卷的。风卷那没事了。就是相信大唐的伤害。这样的话，两个单位都没有倒，但是他对着大唐去的话，宝宝肯定有跟吧？全跟的武装。全跟的武装。那就什么收益没拿到了？这把没拿到。因为前面弹甲，然后再到铁保护。那这对珍宝阁来说缓了一口。缓一大口。盘丝给落花吧，赶紧给落花。可以给落。给落，得笑了吧？这武装，可惜也不笑，不敢，也没太必要笑，因为这把我觉得落是明的，落你女儿是明的，下把的话呢，要开始考虑防守的事了，人无魂不让活，活上了，你看，直接活满之后压力就小了很多，漫天也出，漫天来，下回合珍宝阁有一个进攻回合啊，掉了。看一下要不要直接孤女儿，然后大唐扫女儿。给了。提前孤了，下把点女儿村了。用落花的这个 CD 加成。对，因为有那个嘛，首先是横扫，其次的话还有一把相灭相生。官方敢不敢四贴女儿？压倒女儿能缓一口，压倒女儿村局面就不一样了。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对面明摆着上咒师可能性大嘛，那不管他是这个阵容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四宝一咒师，观战有没有钱？如果有钱，我感觉这场 PK 有钱会好很多，优势更大，会好很多。对，就算倒了也 OK。对，倒了也能接受。是，来看一下就知道，闪不闪光？没有，那就得看有没有四贴了。我觉得这把点死女儿村会很舒服。先点大唐，但我觉得点大唐不是很解渴呀。但是寡欲是必给的，寡欲是必给的。他就是三号快了一点。对，无魂。但点大唐收益不高。不如点女儿村，我觉得。而且这也没有紧箍咒啊。
王亮补上了。那观看蛇木林应该是起个密润吧？哦，接着冰桶，又冰掉，那武装也两只了。那我觉得刚刚真的是一个绝佳的点女儿村的机会。嗯，而且其实他要是这么去禁疗，他想禁疗加紧箍咒去点死，但是那就不该扫，对吧？对啊，你这紧箍咒挂不上，是因为对面打的伤害也很高。是的，嗯，先补王良吧，补王良拉起来起大堂起盾。是的，嗯，不着急啊、不着急了。红武装，雪天再重，命中率很高。先缓一缓，嗯，还行还行，补个宠，哦，高速直接提了，那就要化成直接活满。对，嗯，那这样子打的话，等于下把如果我再寡欲，嗯，那这两个输出你盘丝是控不了了。对，控不了。那我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着急啊？我是觉得能有这种加王两的机会，先补王两是不是更好一点？对，你可以利用这个阶段不点杀的时候，我先给你把大堂速度抓下来啊。先加王两下吧，其实下吧你这么拉，然后活满的话也可以。是，这去法系，那只能是这么说，他这把觉得这个大堂他也不知道他是高速提起来的嘛，对吧？那也不用，那不用去大堂，那也不用去法系啊。万一能冰上呢？我觉得他都已经，既然已经是去这个封他了是吧？有点重复。嗯，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他既然都已经去防点他自己的大堂了，那不如贴手保护算了。看一下去法系确实没什么必要。第二波塔什么林到了没？到了的话可以踩。嗯，是的，如果到的话可以起。毕竟打这种重视阵容啊，嗯，输出的一个愤怒也是比较的需求比较大的。是的。关键时刻清清绝还是挺漂亮。嗯，这把化伤直接去活一下自己的大堂就行。喝酒被笑，喝酒被笑，嗯，难受。顺便防点，那一定踩塔了。哎，是是吧？是，这回是喝酒的。金刚提前拉上，哇，这打得挺凶啊！找找半，再找半天没出，这边怎么说也没出，嗯。那这样的话，观摩神木林应该是不开的，应该是上塔，因为他下把想清清，哎，下把想清清，没问题，嗯，一丝挂住，哎呦，还是掉了，盘丝三只了，下的稍微有点快，再生，哎，这边就神了，哎呦，这一来一回呀，差不少事啊，是，得亏是笑掉了关山方的女儿村的愤怒，嗯，不然的话这把可能就过去了。对，而且他喝的话也就说明他这边也没有别的。但是其实这把还是能过去，这把其实还是能过去。开的话啊，开你好像我水清地火，因为你武装不能动。对，水大堂不好，你盘丝是封不了我大堂，大堂有寡欲令，不用管大堂。那大堂只要保住血量，因为孤的话掉血扫不出去，三号顶一个，顶一个绝对可以，或者说活血大堂三号开神木，哎，都可以。他那两个在封印里面的完全，嗯嗯，你管不了，对，管不了。女儿要不要给水，还是直接扔？这样有点冒险啊，点不冒险，不冒险，水自己，那没点，没点，那就平稳，没点，没点，平稳度过。嗯，怕防点了，你看到没？直接扔无魂给地府，谁的我都不管，你只要别挂出来小死亡就行。挂开，哎，哦，那直接冰宝宝了，用一个舞龙解决两个舞龙的事情，哎，是的，嗯，所以对面盘丝他不好控，是，赶紧蹲上，再找，哎呀，来了，这么对你这么拍，他早早晚晚得出，嗯，啊，十六回合两边现在漫天是1-1，嗯，觉得已经有点这个普陀的资格了。那还是先压大堂就行，嗯，先压大堂，哎，就先点大堂，寡欲给去掉了，也行吧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，有用，对，那有用啊，嗯。对面盘丝，哎呦，但是宝宝掉太快了呀，双峰的不断在掉，花生也掉啊，管不了观战方的宝宝，很难管。嗯，他这个阵就是珍宝格的这个阵容，他得满宝宝才能清掉观战方，一直还有可能清不掉。珍宝格这个阵容主打的是把人点倒去打消耗，但是比赛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，他没有说啊，除了点倒一次大堂之外，没有对其他人物单位造成什么消耗。这一点其实这个阵容，嗯，我觉得有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官方有地府，我只，哎，那可能要过去，我只要把你大堂挂倒，我就可以延缓你这个操作。对。
觉得点宙斯吧，如果有侵蚀。还是点墨宝，还是点大堂？点大堂，抓女儿要了。目前宙斯已经喝了两瓶酒，我们看有没有酒。没有，没有。回春黑玉加上九转。九转，嗯，大死亡撞也没有。小死亡，挂中，挂中。今天这个地府的表现不错，目前来看是不错的。嗯，塔来，那对面这个塔可能要白起了。哎，是的，这就现在这个伤害已经高很多了。五千血，八千血，爆了一刀，八千血扛不住，接近一万了已经。如果是秦抽，抽就必死，好像。嗯，抽都可以，赶紧拧下去，抽。抽没用了。嗯，那两千八确实也不高。是，但够了。嗯，因为大堂扫的太多了。刚才塔就把你扫倒，其实是最赚的。对，嗯，但观战也要这个紧箍咒得赶紧上药了。嗯，得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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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嗯，敢不敢落大堂出啊？不行，你落大堂出地厅，好像只能出一只。嗯，也不行。提高一下封印命中率。嗯，不让孤了，不让孤了。先活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顶大金。广木，没敢出地厅。给不了观战方压力的话，现在就像刚刚小熊说的，你现在连观战方的宝宝都清不掉。哎呀，这里有个金，宝宝都清不掉的话，现在珍宝阁就很麻烦了。对，你光这么闪其实现在没什么意义，伤害是够的。对，伤害够，四千，还有八六千，好像没有了吧？还有吗？啊，还恶报！哎呦，你看这闪也没了。嗯，普陀补充吧。只能补充了。嗯，说句实话，我觉得这把有侵蚀，可能点武装去了。侵蚀可点，侵蚀点武装去了。就看出不出吧。没侵蚀的话，找半天，找半天，找半天。对，嗯，可以继续压盘丝的。要不就清盘丝宝宝吗？对，我觉得他是个天素，要不你先在这给他场上放放，先把大堂的清了。大堂的也可以倒地单位啊，要不就先清，因为地府能严一点。嗯，塔来了，哎，赶紧盾上。对，这个时候得盾了，怕被点，怕万一出侵蚀，不会直接过去了吧？哦，没有，先找一找，先找一找。嗯嗯，钓鱼岛他现在没点盐，他没毛病的是因为对面没地府。对，如果说我严一点，你纯留着，对，我很怕。对，你主要的问题就是没地府，你没有，是，但我有多少优势，我拿多少优势，是的，无所谓的。嗯。哎，赶紧盾，就不存在说你地府灵元多，你到四十五合点倒我一把我就崩了。对，不存在。这暴击六千，这宝宝这扛不住啊。盘丝再四个了，只有三只了。对，哇，这怎么扛？这不好扛啊。青宝宝就平青宝宝都扛不住，扛不住，真扛不住。观战五个塔，我跟你说，得亏对面提前上盾了，这把我觉得也不会去点杀了。不点，不会点了，没必要。化身活一活，大唐再找把漫天，漫天干将都可以。嗯，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。是的，然后顺带看一下这边地府，我觉得可以给效礼了，就不让对面上罗。哎，直接就效了，双效可以。对，可双效，可双效，把对面咒师，对，咒师，对，你不管他出不出宝宝，先把他给效了。嗯，哦，留回来大唐也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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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刚吃了把凝滞。对。对，你顿速度圈，那这样有没有可能大唐的速度会快过对面大唐了？有可能，我觉得应该会快过对面大唐。继续给避雷。嗯，孩子善恶啊，是，哎呦，再飞就宝宝不行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死循环，得出鬼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鬼的其实现在暗岛钓鱼岛也很高兴啊。这把钓鱼岛可以再去清一只宝宝。那他没有办法阻止这边自己宝宝迅速消耗，因为盾全在的话没必要点。盾全在如果点杀就要冒风险，就是说咒在家扔落宝是可以点，但是对面两封都在外边，我估计要不就不点。这把先封武装，对，先封武装。如果封武装中，清掉一只宝宝，下把可点，可点。嗯，或者他如果女儿说这把直接够精，这样应该不够吧？应该不够吧，我在想。嗯，够精可以试试。是，嗯，因为毕竟哎侵蚀了，不好说，那不好说了，可能要过去了。没有，清孩子了，清孩子。嗯，清孩子。稳，嗯，稳。大唐找漫天清三号，这是笑他破甲过应该也不够啊。他是不是咒石有啊？
没笑宙斯上吧？没笑是哦，那应该是宙斯有了，应该是宙斯，感觉是宙斯，哎，那应该是。找个半天暗房了，嗯，哦，盖罗，哎，这罗可能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孩子可能不死，哎，他是还想清两只，这么贪，暗的防御啊，哎呦，喂，三只，完了，又走了，晕了，我第一次见壁垒，这个打这么多的打，说实在话，他暗防御，暗防御，我也觉得打得多，拍了一尺，是，哦，拍了一尺，拍了一尺，对，很关键，不是，主要是我是觉得钓鱼岛这排壁垒，我是觉得。我想看他的属性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伤害太高了，这对面呼过去，虽然说拉了金刚呼宝宝，两边我觉得伤害不太成。然后对面清不掉啊，清不掉。但你也没单核阵是吧？对对，你是平阵，所以这个伤害宝宝上是不我觉得只能是这样想，就是在宝宝属性的加点上，应该是刻意做了加点。就我可能这个宝宝的血量不多，嗯，但是伤害和防御高是。就赌你不上法系。嗯。盘丝宝宝飞，因为毕竟他可能觉得是我进了你的地府，那就相当于你没有国标，没有国标你神木林应该是上不来的，嗯，你不管怎么样应该只有物理伤害会打到这个宝宝上，对面有可能要拆剑了，但是拆剑点谁呢？就压大堂，那没意义啊，你没地府呀，他拆剑压其实就很亏了，是他只能拆剑了，好像扔个无环，要不然这个禁疗就没有这个用处，哎呦，意义不大呀，五千血没什么用，我觉得。这无魂还中了，还中了，那倒不了了。嗯，钓鱼岛现在非常舒服。嗯，优势很大了，现在。对，非常大。下把如果是三号，如果五龙开的话，活上是能点的。那要不还是先剐了吧，也不着急这一回合。对，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是剐了活上，然后先破血，破血清个宝宝，嗯，再清，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不是也行？反正你这个时候也没有紧箍咒，你这个时候点杀最多就到头了，扫我加紧箍咒。对，但是我剐了活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把梅罗，我倒是觉得可以切咒师了。哎，对，因为他肯定还要保大堂。是，这把无论怎么样，对面郑宝阁他还是要防大堂的一点杀。是的，是的。有侵蚀另算，没侵蚀，我觉得可能剐了活破血清宠效果会更好。因为现在领先优势太大了，就不点杀也赚。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23回合，钓鱼岛这边。除了女儿村掉了一只宠，其他单位首发宠，嗯，珍宝阁那边盘丝下了4个，孩子也掉了，武装这已经是第5只了，哎，那要过去了，那不好说，嗯，不好说，那就不好说了，这个晶晶可不抗风啊，不抗风，嗯，来花护，哎，封进去，顶花护中，哎，顶花护中，嗯，有大死亡，大死亡。对面方可是有物理依索，拉上我看啊，这边先活上，但对面有速度，对面速度过来，好像官方大堂就倒了，哎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他应该扫不出去。啊，还有一官战方大堂，对面还有个无魂，相灭相生，还有个无魂，孤的，那不够，就当前回合的嘛，那不够，但是他扫不出去了，哎，够了，扫不出，扫不出，还行吧，因为如果你扫不死，那你觉得？钓鱼岛亏吗？我觉得不 亏, 对不亏，因为扫不死你踩轮子的话，对，是亏的。对，反而这样子的话，你下把还能点。是封天来了，不是？我是觉得珍宝阁宝宝的属性可能调的比较，我是觉得有点脆。嗯，你这么掉宝宝法，这可打不了。1700，但是刚刚好像点杀完全宝宝都不参与。是的，不让晶晶，但我觉得这应该笑不掉。这应该是消不掉的，直接刮开。哎，以为他要禁疗啊，以为要禁疗，行吧，也没问题。哎，等等，看一下，这个时候我觉得破血点抽。虽然说马上能吸了，但是我先抽16000，吸不了吧？地府能延啊？哦，上挂的下把能延，能延，能延。16000，天哪！这大堂没动，就这把破血不用也没了。嗯，那也不能赌暴击啊，嗯，该破得破。对面还得防点，武装放过金青了。普陀之前的罗汉是普陀。哎，这把得延，这把得延，这把点不了，这把得延。他会不会金青？我去点一手，金青拉金刚，那就只能点化生。你风铃刚，我觉得大风铃刚放过，除非这把有侵蚀，不然我觉得是不是先延了稳点？
宝宝优势这么大，我觉得没必要贪。接着清，接着清，可以可以，接着清也行。对，严加清的话，对面还得掉宠。掉宠啊！而且你大唐宝宝再掉的话，你场上你下把两封必须补宠，你不补宠两个宝打不了。是的。啊、来了，哦、那点了，计划有变。看是谁，哎，看是谁。是的，有没有可能诅咒？青天瀚海没中，哎，没中，还不如诅咒呢。还不如还不如诅咒呢，对，还不如诅咒。而且混元嗓子可能点不掉。嗯，而且晴天哼啊，还没中，那全亏了。是全亏吧？是是是。哎，虽然说刚风铃用完，但它又涨了一点。我是觉得这晴天鹤海亏大了。不是，它就如果是他们，因为晴天他觉得要中，哎，他觉得要中。是的，那其实这样也就还好。如果是金青的话，起码头上四个紧箍咒解了。是的，回春开掉。嗯，想玩花活啊，但我是觉得没必要，这把给亏回去了。哎哎，也其实也还好，宝宝数量优势太大了。珍宝哥还不出个地厅，稍微去压一下吗？我是觉得你再不出地厅压大唐，这局稳不住呀。他给化身顶了个啥？顶了个大金房点、啊。嗯，不过也还好吧。这样的话，因为要去点武装，所以说没有去沿对面大唐，大唐能起得来，这是唯一的一点好处，我觉得。扔无魂了。不让活血，嗯，小剑青，人体化成要 活，那官方这边有没有地府点怪啊？没有了，化身无魂，活上很舒服。要不要直接扫啊？哎，直接扫了，扫扫扫，这再不扫的话扛不住了。嗯，你自己也有个七杀。对，下回合官方换阳户，对面拿地厅。哎呦，宝宝，嗯，难受。没事还是可以拿地厅的，就要。就是钓鱼岛一定要出阳户引弓，对面一定要拿地厅。就我不管你出不出地厅，我阳户要拿出来，因为我是要防止你出地厅的。因为没了大唐以后，现在是珍宝阁去稍微去缓一下节奏的这样一个时间，一定得出地厅。是，这边的话出个阳户马上就能吸起来，对，是的，所以说问题不大。嗯，对面盘四和武装讲道理应该蹦两只，这个时候也没必要去存了。因为你蹦两只的话，一个引弓是管不了的。来看一下对面武装和盘丝两个单位，先蹦，然后重视捕捉这把，把官方神木林的紧箍咒先挂上，箍上，箍上，对上对 对，只要有一只能出手，就我觉得神木倒地有机会，或者破个幺六三也行，对，破个幺六三也可以。哎，引弓来了，来对面两只地听，哎，他不是引弓，哦，他然后这边出，的这边出，然后重视再换一个。不是，他这个宝宝应该是四吸的那种吧？要哦，四吸，哦，要抽了，四吸要抽，活血活上，孤，嗯，他没孤神木吗？没有，哦，没有，这不太够啊。有法莲，哎呦，六千九，好像有机会。如果全根有机会，他是化生的法莲，是是，那没办法，这是真有命。要是月影法莲，他都不死。是，哇。这个太有命了啊！那没办法，嗯嗯，很极限啊！这个避雷少一只都不行、啊。月影就不是这个伤害了，是 是，就不会地雷。月影不行，避雷少一只也不行。避雷少一只没事，鱼就过去了。是啊、哦，有道理。嗯，但这样的话，但你出鱼你就少防一个地厅。女儿真武装，女儿真武装。二十八，什么林现在起宝典感觉有点早。早，我觉得弄不好，弄不好也就起。对，弄不好也弄不好也就起。看着伤害这么满，这么满，对。真了武装，我觉得啥事儿没有。牛春可以继续给金兽云池，因为他对面没有。哦，拍池也行，对，拍池也行。嗯，对他带的金兽云池。嗯，对。哦，那应该没带针。敌池吗？对，觉得你没有地府，我没有必要带针，有道理。再抓个药。嗯。一瓶大金五龙。哎。紫心顶上摄魂给到地厅，那是不是八千？嗯，头上一滴，哎，还是个慢的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战神宝典开了，直接开，可能是攻的，攻的冲女儿村也行。对，冲女儿，哎，这也太慢，他这什么宝宝啊，又快，他拉了个速度圈就能比对面的快了。那也很厉害啊，他又快，然后伤害又高。这只宝宝他本来也是速度比较快的，是这也太细了。然后再加上那个速度圈，我估计这是阴差阳错吧，嗯、阴差阳错。完了，这样的话，
詹宝哥现在劣势就很大很大。本来这手可能能造一个，我们说小优，我觉得有可能双杀，甚至对、嗯，有可能女儿倒，再加上这边被大堂被孤倒，对，有可能双倒，然后起节奏的。你要多抱几下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带一两个宝宝，带一个宝宝这样子。这样的话，钓鱼岛这边我看看啊，这把大堂可能还得倒。倒。大堂倒的话，我是觉得是不是地府直接把王良给了，然后再提，因为他回，他那个什么还在，他那个紧箍咒还在的。哦。哦，直接提，直接活了，那活了，先延掉，直接活，也行吧。现在优势够大，怎么打都对。现在的对于詹宝格的问题倒不是说钓鱼岛能不能把它推掉，而是你的宝宝打到后面你怎么办。是的，你武装可就剩两只了，因为观战他现在打得顺的缘故，他不需要靠地听推，对，他不需要，他女儿的其实这个金兽银齿零元他不舍，三个壁垒呼八千，这所以说他出孩子官方女儿村他再配合个金兽银齿，嗯，那你这孩子，嗯，你神也没用，是神没用，没用，没用，真的没用。除非你能无限神，嗯，看看能不能清掉，还行，还行，清掉一只女儿村有五只，这还多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官方女儿村出只地听，等会儿配合点他点啥都行，可以，嗯。这把要不要大唐和神木配合着有法联啊？平 A 找漫天找孩子，神木林把孩子再冰了，然后那个女儿村出个地听，下回配合点啥？嗯，可以。而且因为对面是单咒师，嗯，那主要上渡劫的话，谛听是必出手嘛。对对对，是的。他不像神木林，他还有机会，我们说冰上或法莲了，哎，嗯、法莲。对。哎，来一个。啊，先是谛听，是看后面的操作。笑，这为什么两回合笑啊？笑琴。那也不用两回合笑吧？嗯。嗯，感觉上来说这个局面钓鱼岛现在是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，大堂平 A 四号找个漫天，不可以找漫天，哦，找，哇，哎呦，漫天了，完了，两把漫天了，这宝宝如果再一掉，难坏了，真掉，嗯，八千，完了，这大堂伤害上天了，这冰川怒冰的也是二，嗯，又连，这还是佛法无边的连啊！佛法无边的连，是的。你看，壁垒拍过来四百一千，就是这绝对是针对加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定是利奈加的非常高，血量不高的那种的那种壁垒，就是全民是很好用的这种这样的宝宝。那对面得拍金兽云齿了，得拍得拍得拍，这不敢，对，不敢，嗯。而且这个谛听，说实话，我就骗你尺子，我就刮宝宝，我不去干别的也行。但是大唐有干将，对面，而且刚才爆了对面咒师，四千多，有没有兴趣？我有盾，我觉得是不是也不用急？有干将，我觉得哎，确实可以考虑，确实可以考虑，而且也不好说出不出青石，这东西得看一下。是的，反正这个时候，法联这么顺，这么顺利，是这么顺利，这宝哥真的不好打，不好打，真不好，这就我觉得主要是宝宝飞太快了，嗯、别的都好说，宝宝飞太快了，这怎么打？而且谛听还出手了，应该是应该出手了。嗯，你主要对面咒师吧，他、嗯、速度也不快，也不 快。对，关荣大堂一定比你先出手。是，还行，没侵蚀。你看，我先骗你，对不对？没中啊，管了。我先骗你尺，我就骗，我这个就挂宝宝，我不去点人。顶个大啊！大怂还中了，但是我这个应该就尝试，我个人感觉应该就是试一试，但得看地府啊。可能是假地听真点杀呀。是确实地府如果挂出去的话，确实是那个，但是宝宝又飞了。但他本身身上有封印，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子？因为那个孩子比较快，你就算开了我地府挂你，你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好像也是，嗯。来看一下官方啊，没有，就是骗尺的，就是骗你。那个大死亡也只是拍着玩的，是有没有可能也是？哇，六千在三把半天了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已经上天了，这神不神已经不重要了，这大堂已经上天了，嗯，上天了，上天了。但除了化身都能切了，上天了，这伤害已经上天了。风卷，嗯，五千七，
那下把我感觉两把效力，两把效力，两把效力，嗯。再出啊，可以再出，再出啊，效力，对啊，再出啊。对面大唐是不是也得反个地厅？还是说这把摄魂，引攻来了，引攻来了，引攻来了。开眼清引攻，哇，被算死了。就优势到了，就不着急了。嗯，那大唐怎么说？起风啊，哦，上塔，啊，还想破血。哎，啊，他应该喂五龙吧？他这是等于防个化伤的点杀，是这，但是那他为什么不喂五龙呢？嗯，啊，对，得反个地听，你得先缓一下。那钓鱼岛这边优势还是无限大，因为珍宝阁这边你看啊，他的武装这个时候还剩两只宝宝，孩子已经被清掉了，盘丝也没孩子，这个引弓说白了这回也就送了，对不对？孩子也被清掉了，也只剩两只宠，就你后续你想拿地厅去推进的空间已经很小了，是的，就说你想去一下子出一排的那种，现在看找不到什么太好的机会，而且关在大堂的剑仔还没用呢，还没用呢，嗯，有点挡不住了，哎，有点挡不住，主要是三把漫天 也已经找满了，那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慌起个盾呀，是这个地厅能给官方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吗？如果说投的话倒是也可以投，也不是不能投，嗯，我拍一尺给你一个尊重好像也就差不多了，反正我不缺灵源，是的，哎，血量的计算上是不是稍微，觉得这个可能是全力力劈，嗯，不是，其实现在观战方想点人不需要啊，不需要全力力劈，确实不太需要，是他不点化生，哎，对，1300就算我，哦，还秒不掉，没掉效力，化生活血得活吧，得活完之后直接扫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扫，是不是顿了呀，他都给禁疗了不扫吗，啊，哦，对，再拆三件大的8000下符了，下符，嗯，但是普陀补一下，哎，这是那种慢速引攻，那其实说实话如果说钓鱼岛出快递，哎呀，这没什么用，这个纸人死了他还有伤害吗，哦，紧箍咒死了，因为喂不上回春了，已经神了，引攻神了，但引攻神一下这个时候对于詹宝哥来说不是特别解渴，嗯，也不用箍死了，直接给你呼死，稍微断一下惊风的伤害吧，我觉得也行，啊，哎呦，侵蚀反点大唐吗，起来怎么说，好像可反点，可点，可反点，如果有信心的话就是起来平 A， 是直接点大唐，对，平 A 就够，是的，大四王，哎呀，挂不上了，那就看对面先把种出出来吧，渡劫，渡劫的也不一定够，不一定够，找个漫天，这边快，没有，没漫天那还行，没漫天还行，啊，他三把了，如果不出现超级暴击啊，来一个，如果不出现超级暴击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扛得住，哎，扛得住两下，对，差一点啊，但是你这壁垒过去的话呢，嗯，你觉得钓鱼岛换不换鱼，他有被落花呀，哦，落，哦，对，落了，那换不了鱼了，嗯，那还行，回春也给上了，有藏神不会换，就算没被落也不会换了，那这把钓鱼岛要收一收，先寡玉了，哎，得寡玉了，寡玉活血，对面武装在里边的话也没能阻挡这个一系列的操作，我在想对面盘丝要不要直接就控地府，对，雪天气有，雪天直接控地府，控地府 有长射的空间，哎，可以尝试，如果控地府的话可能控到的是三个单位，嗯，最极限，嗯嗯，是的，就是顶着鬼眼控地府而已，是，哎呀，不敢，效力那寡玉了，那他下端他可能有啊，他自己的下端，嗯嗯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化生活血，那，哎，周师傅说有可能要放的呀，周师傅说看看有没有这个罗汉，嗯，因为这把观战不点杀，对，盾上，因为有大死亡在，刚才再找漫天没有，嗯，反正有大死亡他把把都压，是的，啊，
因为引攻比较慢，点着大唐秒是秒不到这个二号宠的。你看，这就是珍宝阁他自己的那个宝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，怎么说呢？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如果你比我这个引攻的速度快的地听，可能我是可以应付得了的，我拍一尺就够。如果你比我这个慢，那我就呼你。也有可能是立那个攻的。啊，对啊，反正我就呼你嘛，对吧？这个节奏，再清掉对面。那官方大堂是不是有破血了？有，应该有吧。可破，把三号破了，点着二号秒，好像没毛病。OK， 对，好像是 OK 的。而且我是在想，如果说他已经看到对面这个，引攻的速度了，如果说要出地听的话，肯定也会去选择考虑出一些什么样速度的地听，我觉得。控一下小索。这把应该不点，我觉得。对，先去清楚。不是还要破个超价的吗？还是说大唐戳过去的，拿速度圈，还是要拿物理速度？没出。哦，盾上盾、啊，好家伙，防得很死。那就是下回会想点，不想再点了，不想再倒了。这是我觉得这是点杀前奏了。是，哎呦，引攻掉了，怎么着？他早早晚晚得掉，这是没办法的，这引攻确实没办法。八百，我觉得这场比赛有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说宝宝的属性应该是钓鱼岛是完全拿捏了。是，那速度对面没速度圈，那肯定是他是不是因为大唐拿了马，所以说现在这个速度是上去的？对，而且再加上已经打了接近四十回合了，那个结阵嘛，对吧？也扣了接近八十点速度了，是啊，关键可以卡一个回来回速度，试一下。还是说，我在想，刚刚这回官方地府有没有可能是爪的对面大唐，只是被封了而已，没爪出去。哎，侵蚀又来来了，两个，那找谁？武装，周师啊，那武装吧，我觉得武装收益大啊，武装吧，这么自信吗？好像够两侵蚀来，你这好像跑不太了，就看地府的命中率了啊。花了这三十多回合了，看一下这把怎么说。对，关键的雪天气，哎，也给到了。哦、化妆，一局收比赛，这很有想象力啊！想一锤定音。是，来看一下，没有冲半天的机会，我们来看一下双侵蚀。看开把扫多少吧。啊，有没有三千？好，很高了，没了。我觉得163应该是破的差不多了。哦，九千只剩163。出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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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青的话就救了，没有一下倒了，哎呦，这扫穿了直接，我就刚三百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这伤害已经上天了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上天，化生都不行，是，哎呦，这一下子好像不逆境，这化生可能起不来了，我觉得逆境空间很小啊，挺小的，他们五龙其实吃很多，对。哎，不让盐，不让盐，怎么说？不让盐也不好使吧，你得防几把呀、啊？哎，先防住第一把，哎，一把一把来吧。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这都地府四速，你能防的单位就两个。哎呦，女儿给无字经，然后你扔个发瘟也就这样。是是是。37回合的双侵蚀点死化生好像会成为这场比赛加速结束的一个转折点。来看一下，因为刚刚没延出去啊，来看一下化生的小死亡回合数还有三回合，那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，也就是说这个回合其实是可以再去按人的，如果有侵蚀，当然没有侵蚀最稳的方式就是说我地府先把这点延掉，因为我下把还有，对，我先延掉大唐起火也好起干将也好，然后我再考虑下把点，然后宝宝把化生的宝宝如果是起风的话、就是说对面这个一点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一点机会对逆境都没有，因为理论上来说对面他这手他肯定是出宠，是我出宠看有没有准备想逆境， 对， 对一种一些隐身宠看有没有办法我先逆境，因为对面毕竟大唐也有速度，是的，但是一起风哎，我或者说我就用风林火山，那你看到你就直接掉头了，不让出、哎、不让出了，
啊，这是解锁过去了。哎，他应该是严扫大堂，严扫，因为你是大死亡嘛，不影响的。大堂没了，压过去了。除非大堂暗房，没暗房，大堂没了。再贴，罗汉能不能扛住？他出了宝宝，他没动。啊，是。罗上。是不是吃鱼了？一丝吧。如果说壁垒没呼死，下回合是不是吃鱼了？一百。哎，恶霸没了。那不行，有善恶不行，难受，善恶不行。武装和盘丝刚出的宝宝，那羊户换不出来。如果官方直接去岩调化生出地厅，好像这 PK 直接来了。直接来，而且他还不让你咒师动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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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 PK 可能打不了了。嗯嗯，三只没得玩了。嗯，贝玉哦，贝玉小三。那法系出不出手就不关键了。加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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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有输出了。嗯，加敌了，主要渡劫的那个加上就行。对，加上。嗯，必倒啊！而且你虽然说有罗，我加攻的就是啊。嗯，对，加攻的。加攻的就是啊，地府开无间啊，大唐有三剑还打不了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，打不了了，这是真打不了，太难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。如果你这把，嗯，比如说你是剑，嗯，你是小死亡剑，那我法系我先加无间剑就行了。对，不用小死亡剑，无间剑就行。反正法系这把出不出手就关键了，加敌，对，对，加敌就可以。下把再开掉我，然后我一起扫，再扫点，再扫点。嗯嗯，因为正好这回是罗汉最后一回合嘛，法系先加一滴，下回合再秒出去，好像这比赛就收了。哎呦，这场说实话，阵容吧，还是我觉得是阵容，这个。主要是你的对手能上地府的情况下，这个阵容就不是太好用。如果你的对手没有地府，这个阵容是可以用的。这卡的时间比较久，因为地厅应该是可以全都出手的。三只应该，即使对战方的盘丝这把可以去上那个幻境，但是我感觉工地厅多吧，可能有两只。工地厅应该会多一点，因为也明知道你有罗汉嘛，对吧？明知道你有罗汉，不好搞。哎呦，这地厅，嗯，反正最少出手两只，最少两只，对，最少两只。而且你如果是三只都是攻的话，你幻境也不好使。嗯，能不能解掉？能解掉。那能砸一只？第一来几号？嗯，地府的，拍尺拍几？拍错了，没拍上啊！别急，看后边是不是起幻境还是拍尺？哦，九凡也觉得你一定出的都是攻的。无间，这肯定是无间的，下巴再挂小死亡什么的都行。拉金刚全攻的，三个都是攻的可能。大堂是不是？哦，大堂先三剑甩出去，上回合还能动，很大了。嗯，哦，这好像武装倒了，武装好像要倒，拍的姐还行，还行，但是神木林还得加上一滴，这个是快的。把的啊，可能快的，真快呀、啊！可能这个都顶不住啊。他有盾，还有一点点。被拍了尺，是不是应该有九凡？这个好像能顶。哎，不是啊，这已经1400了。这个、哦、没有没有，这个应该能顶住啊。中了个大死亡，这个应该能顶住。哎呦，满这个劈错了。哎，全村的希望加五了，不用希望了，这必倒，这没得救。我说刚刚那个童子。没得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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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。我就算这把点不死你，你没化身，我下把女儿出鱼了。是的，一样的，没什么。而且大堂下回合还不休息。抬了，抬了，这抬了。嗯，收了。因为这个是乱滑的，所以说不一定能把人点倒，但是都会很残。是。哪都有，反正下把横扫再点一个就、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嗯，是的。哎，这神木林什么操作？加了一滴啊，哦、加一滴给自己面前的。对，隐身虫只能拿隐身虫了，没办法。但是你隐身虫也拉不起来。没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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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化生没了嘛。
结束了。结束。不管怎么样，钓鱼岛其实他这一场他上这个阵容，我觉得胆子也很大。嗯，因为对面明白，如果明三，我鸟阵四宝一中，单住鸟阵，这不没了吗？是，就是这个阵容是我们说是珍宝阁面上最容易出的阵容。我觉得珍宝阁的两套阵容，哪怕是你单宝花果，我是觉得只有两套阵容，要么是鸟阵单住、要么就是宝花果山。其实他半决赛的那个阵容就行。啊，对啊，因为那明面阵容嘛。是。但是你看他其实虎阵抓的也就是抓你那明面阵容、因为你要是说要就是我抓风阵嘛，对，没抓到。但说实话我是觉得钓鱼岛这个阵容上的也挺大胆的，说实话就是常规国标上来啊、挺大胆的，反正就是猜拳嘛，猜拳的。但我是觉得珍宝阁自己这个阵容的话呢，即使抓到风阵的这种说去打周深阵容也不一定好打。他这个阵容感觉就是想太多，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搬掉对手的地府，没有后期啊。他这个前期如果一顿乱扫，因为他是虎阵嘛，他要是一顿乱扫确实能压得观战方这边抬不起来的话，那可能有机会。但是他不是，主要是这样子，如果你的对手没有地府，你们两边互相去压的话，其实这个阵容是能打的，但是有地府是不行的。所以就说这场 PK 里面的话、那他只能打前期，这后期一定没有。这个阵容主要他没有前期，那前后期都没有，那所以说我是觉得珍宝阁这个阵容上的不太理想。我觉得当你没搬地府的情况下，这个阵容赌太大了。说白了，你只要看到对面有地府进来，这阵容基本上就是抬出，就直接就抬走，没有办法，这打不了。这而且宝宝掉太快了。钓鱼岛这样的话也是行，那开年先把今年的既定任务先完成。是，哎，是的，也算是三个月两冠吧，对吧？那么也是2024年的首冠啊，来的比较快。现在重新统计的话，现在就钓鱼岛排位是第一名，排在第一名了。是的，没错。这个新成员过来之后，拿到了第一冠。是的，先过个好年吧。这个决策非常正确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已经到了收场阶段了。蔡司，也是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。好，那也是恭喜钓鱼岛，也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了珍宝阁，拿到了210届武神坛的冠军。是，再次。